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完完，任务失败，只有244个，输了，哇！原住民超喜欢原住民妈妈的。我跟他说，我跟原住民妈妈说，你完了，你一次就红了，一次就红了。他说会吗？真的，他一次就红了，不是用找。三价来的，三价来的，四价来的，五价来的，价来1000块，1000块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看到他。我也蛮想再看到他的。1000拢有啊，还是小家庭咱前面了，无咱买500，这3只500块，500有啊。对啊，明星仔。100块500块，有啊，拢有啊，拢有要收了啊，谢谢啊。来好来，章鱼脚没有上来，他给我卡住起来。啊。红梅啊，红梅，我顶不拉新人讲，我卖一个水卖红梅过，来，够够好啊。贵100块，这不啦？细只是愈细只愈贵啊！这无票卖，无票卖，一斤卖用开几啊？无，这一米100，两米200，这米好上，这米好下来100块了，100块啊！不啦，现在100块，一米两米，这3米，这4米下来100块，100块了哦，来100块，100块，100。那你来，一米二，我赚了100块，你这前面几啊？100块，再多一点啊！100块，南风春瑶，俊杰长，好，你先去忙，把当广，把这个当广播听就好了。我啊，我啊，最好结弄个，弄个也我啊，最好结上这个，100块，我啊，这谁干的？就我觉得他们超好玩。你很想念的话，就先看他多看几次他的影片啊。你就多看几次他的影片，因为他们很远啊，他们在山上，要下来要很大的功夫。哎，你还没到吗？不讲红梅赛啊，还一包等黄金啊！不会，我们网络每天都看，每天看会上瘾，不要太常看。太常看的话，进店，进店，进店的话，6点出发。没有，我们从东部过来。哦。到台湾一周这样子。所以今天刚好到这边。对。哦。太早的话，好像不太好。你说这个点对不对？对对，不熟悉。哦，昨天你问的对不对？对。哦。那明天是在乌日是吧？对，明天在乌日。要食百鱼啊，来500块。这人讲乌皮，这吃平的哦，吃现捞的，才吃平哦。乌皮百鱼啊，百只啊，这吃现捞的。我要开了，得开80。嗯，他剩下的没有肉了。拜托，你给我不要再多钱。我这边抢。来了，他只要办一样来500块了。500来了。四个人给我啊，4个客人啊，4个人给来500块。这大队我唔知几位啊，你等于六多算啊。500，你现楼唔是恁栋的啊？这现楼唔是恁栋的哦。4个人给500块，500块。人事违章。500上来，500块。500哟。在吗？几位？我怎么在几位？我不知道省不省得轻松了。我省了。500无，百一只太拢来500块，唔敢食。400来无？400块啦。老板，对啦，谢谢。这些啦，我们都会啦，去啦，我懂啦。
餐啦，四百六，你买免食啊？两个人客啊，一包鱼要几？两个人客，200块了。来。你进啊。哎，我做少了哦。乖啊！我上来两百，一台百二，两百好。两百三分啊！230分啦。啊，咱们就是400块啦。200块，230分，后边讲230分啦。你要什么？哎，这西瓜难买呀！哎，他那耍，没有了。要吃槟榔，不如你有点菜，我也不会的。要吃槟榔就不会咳嗽啊。中午啊，槟榔抓紧了。黄鱼，我这个泥螺鱼我先来买一个，红泥螺我先来买一个。红泥螺，大只的啊，大只的，你等于到城里还好，我这好厉害啦，哇跳跳袂甲死跳跳啦。一只六千二啊，那我不要讲，哇，不会死的，好不好？多。对，那个没有很大，之前比较大。红泥螺啊，红泥螺啊，鱼有水无水，你家己看了。那无刺激，你来我一尾，你来甲我买两包，我替你300块，不要紧。我吃红泥螺来，提供明仔在头年啊拜拜。一尾来抬价，若无啦，一尾抬价若有120块，超袂免钱啊。一尾百二，两尾你啊，这三尾300块，才来300块。你三尾300。我不要喊，我不会喊。阿婆要出价，这是谁？三只，这是谁的账号？三只啥来？300块了，鱼啊个，200了。红牛肉现在200块，这无人来哦，你较紧嘞，一尾搁送你来200块啦，一尾若50块，你得买钱啦，200了，200块200块，无二招，这一尾50块人敢食哦，我做啊我，一尾50块的牛肉唔敢食，200了，100块，我回落去啊，这拢无该趁钱，我无一片啊，搁200块现在200块，这四只搁200。200块，一个上海200块，200块后边你后边一个，咱卖好烧骨都烧着啊啦，吓！我讲我发啊，这是阿婆的朋友，谁呀？特写哦，我那特写，你难得的机会，你讲爱困哦，一套袖，不下来，哎。这个不对，这箱不对，这箱我到。这个不对啦。来，200块，200块像骑不对的，200块。红泥螺一尾剩50块拢有啊，红泥螺拢有啊。不买两尾牙签，我看见700块了，有无？无我就捧走。真的，三来说四换行来。来，好来，讲要啥？讲要行到对吧？伊啊。好，蛤蟆做简单嘞，炒蛤蟆，煮蛤蟆汤，一粒五十，两粒100，你三粒100块，四粒给你100了，有啊，好啦哦，哦，这是哦，蛮是啊，蛮出力啊，100啦，哦，100块呀，这搞起有皮啊，100块100块啦，100了啦，就靠这刷口红啊，100块呀。咩啦？这套好啊，套好啊！你莫讲红啊，不要紧。下个套一摆，套看下你买出大了无？哎，100块100好，分钱人拢无啊，100好。100块钱100块现在，好。后边两个好，后边还敢买一个？再叫跑歪出去啊！哎，100块。恭喜你啊啦！100块来，奖金现场。100块，100好，可以啊，100好来，啊。真无啊！这50、40、30、20块，20块啦！你无20啊？摕20块来啊！10块啦！
加人油，加人油。来，我食海菜咯，我这箱贵个袂贵？这箱贵，我招两个人去了啦。太贵了吗？八点。这贵我个袂贵啦。百。那么贵啊？头会使 OK 啊？贵你都。这比较贵的，这个是两百三百的。金龙虾，两两块，两三块，我知伊无大片，这边的你要去放掉，不要紧，深度无影响，我卖你较俗的就好影。啊，我知道。这个看卖有水无水，有可能是那个。只要四点，只要五点来，五百块。分装以后。啊，第一五百来，无啊，两个人去七点来啊。不过来了，不过来了，过半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怎么那么瘦啊？那这个一个是那个 NG 就是人家配货完剩下的，对对对，有可能就是蛮瘦的。上来呀！我啊，直接得上去家。他其实他拿东西每次的大小都不太一样。像前天那个来什么？像这个我也是，像这样子我也是第一次看。他之前那种很大的一斤。一天一斤重的，那个就也不常出现，就是一片超过六百公克的。上次也有拿那个。像买像某个老，啊，你可能都买。又来厕所，又来厕所嘞，我走啊。哎，买盖。你龙哥吗？啊，你看龙哥一下。龙叔。龙哥啊。龙哥一下嘛。你讲有没有有回啊，老回啊？有回啊，回几千元？回几千元？你讲叫龙哥。不是啊，叫龙哥啊，一旦姐来，一旦也来，一旦也来啦。是农场。来来来，这海菜有人想要吃的无？等伊啊。我唔敢叫。你唔敢叫，伊嘛。叫错诶。伊嘛，你镜头安尼，伊又话肯定人。我刚做前头诶，看啊，哪看哪笑诶。你还叫我回转过来？你去个看的传播又怎样？你海菜啦，这海菜炖鱼要搁洗啊？这要洗过啊？要洗过，炖去食，甲放放伫水下，甲拉好散。行滚两骹，脚一两骹下。人讲啊，人讲啊，一箍炒四人份啊，一箍炒四人份。这外口你怎外口你卖啊？你鱼甲你来看卖，一箍上届卖还佫卖五六十块超过。这种物件是哪会哪少啊？这种完全没有污染的啊！对啊，外口一箍卖啦，咱一箍准五十，两箍一百块。100块，那边小姐在一个，你等伊老囡仔老大人食这最好要买一片，一人三块，搁100块有人买无？100块搁有人买无？这边，哎，这无人买，不要紧，我无变强诶，搁100块，100块搁想买，搁100，来好来，一人三块，搁来100块，搁来100块。那个码头也是很久的。对。不过最近码头好像是这个，因为我在高雄看到也是，大概是小的，一两百。嗯。最近好像都这样，那个之前那么大的。那个金巴。王中华。王中华是我拍的，在金达达那边。最近我看到也是这样子。那一直要这样子的不常出现。三百多块，这鱼头先买这大堆啊！啊哟，这大料，就是那个你在镜头前面讲他坏话，被他看到他会骂人。军辉早，这拢来下，这百五料，100块，100块，100块。对对对。有，今天新达港有直播哈。100块，100块了，100块了。这边结束以后，我就会去搭高铁往新达港出发。100块了，来100块。
我想买100块一百块银，这台一台我来一百块，一百块。你要拿箱子吗？好，你要拿箱子，拿个箱子，后面箱子，然后自己弄冰块一点。待会，对，这样比较好，不然到时候怕你融掉。用箱子，然后盖住。我的锅下来50块，然后加冰块比较不会有问题。一人一半50块，50块，五在屋啊。来一边，徐总早，林村长早。这边我倒下来，这台过50块，50块，50块，来。来，鱿鱼圈有无？够无？够。好，你把它记住，我来我记二三嘞。记起来，春节尔拢无啊。来50块，50块钱。个人来无鱼头，我先来50块个。刘星宏，你是问谁？问谁？我先来50块，我先来。我叫计程车过去啊。我到那个台南的高铁，然后再坐计程车过去。过来，来鱿鱼圈好啊。嘉义都卖到几点？嘉义卖到11点吧。双铁之，你好。好不好？500块，太多了，搞了两包也500呀。一包一公斤差300了啊！一包餐厅做2分钱出个，你要5餐厅，我吃一包开500，这2包一箱800，500，200了，200块啦。三杯中减这2包来200块，200块。三杯中减这2包来200块，三杯中共啊，好变，够。你好，张爸爸。200块，我觉得他很强哎，成功。这样子希望啊，来200块。台南高铁到新达港，大概13公里吧。两百块，
200块。没有，他们没有卖晚上的，他们只有卖早市。个人哦，个人爱卖200块。哎，那边搁一个来，够无？无啊，无啊，想好来。李世文好，刘伯杰好。够声，阿伯够声。